这位蔡姐妹，嗨，她是从台中来的。哦哈，台中。这两三年呢，她的肩部、她的颈部都非常的酸痛，她没办法挺直，而且她的左右手是长短手。哦，长短。对，今天特别从台中赶来，有人为她祷告。祷告当中，他觉得有一股痒痒的感觉，从下部一直往上，往上爬。现在他肩部、颈部的酸痛都离开了，还有呢，他的长短手也一样长了。哇！哪一只手以前比较长？哦，哪一只比较长？哪一只比较长？这一只。Oh, thank you, Lord. Thank you. 谢谢耶稣。